很久没有换片头了，我是小莫，这是啾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哎，大乱斗，大乱斗！走了，走了，兄弟。刘船长一条狗命，他等下比活比死了还难受。好，他应该是个三，船长应该是个三啊。为啥加一技能？因为点错了，因为我他娘的点错了，我他喵的点错了呀。偷的好爽，兄弟们，偷钱好爽。好，宰了宰了宰了，死。可以可以可以 ，nice， 游走，关键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我被油了，我被油了，我被油了，被油死！我操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！船长看到了，牛的牛的，兄弟，牛的，真的牛！沙王能靠吗？沙王，带沙王，带沙王。可以先手，可以。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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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
漂亮啊，兄弟们，牛的牛的。感觉要个冰甲呀，羊刀不如冰甲，感觉要个冰甲，真的真的。我操，能救吗？开团了，开团了，兄弟们，开团了，开团了，开团了。漂亮漂亮，非常好非常好，牛的兄弟们！哎哎哎，好坏！牛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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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真猛，兄弟们！没 BKB 了，上路这个是上路这个是真的，上路这个是真的。没戳起来。留到了，留到了，他没 T， 没 T， 没跳。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！放水了，放水了！别冲基地，别冲基地，别冲基地！放水了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别扔兵啊，大哥！
推荐推荐，有求必应，下路去下了，闪进去下了，下路躲一下，下路。这团战无私那一套难，看火卡吧，我感觉下次再玩应该就是火卡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来练卡尔吧。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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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。有毛病。雨星锤不好用，卡尔不要出雨星，好弱。先避了一个雷，好吧，兄弟们，避了一个雷。
冲撞，让蚂蚁抽离。这装备，云星锤装备屌毛用没有啊？兄弟们，别出啊！这个回响之龙好厉害，这个太变态了，这个拿到这个相当于多了一个甲，我靠，多了一个板甲，厉害要死。下路下路，这版本有的打，这版本有的打，这版本小黑厉害，是真的很厉害的那种，很厉害。这版本小黑很厉害啊，这个男人是要有尊严的。磕头不行啊，磕头不行，磕头不行，什么磕头什么下跪钻裤裆子不行，这个做不到。女装也不行，好吧，女装也不行。以前是被骗了，被运营骗了。可以吧？那一场我打的，我可厉害了，我靠！啊，奇迹哥还看过我视频学卡尔，我靠！采访还提到过我，我可厉害了，能不厉害吗，兄弟们？让天半死，学就完事了。那打中线可菜了，那时候，我当时我在想，他这个比赛为什么叫拴狗啊？后来体验了一下他那个对线，啊，但是他打边路很厉害。他打边路我就没赢过，好吧？安娜这个人打边路是真猛。我当这个跟我当年打的练卡尔也有关系，我当年练的是库克那一套，库克你们应该不知道，就是在很久以前他是一个千场卡尔大神，就那会儿我因为他玩了上万场卡尔，因为他那个连招太酷了，我靠，哎，那以前碰到死真的是卡尔高光期，就真的是看操作好是真厉害。木马在刷我的眼。丢！我这开刃甲逆时针吃这个魂，好吧？哎哎啊啊啊啊啊啊！哎呀呀！
害啊！我靠！完美的给你挡在外面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视频了，反正以前是有的。我记得斗鱼当时有解说来解说那一把是怎么赢的。那会儿我跟你讲，那会儿有个 bug， 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有一个人上厕所，他说他要上厕所在家里。然后呢，然后对面不暂停嘛，对面就打他妈三小时没人想出，不暂停。上路可以找那种玩得好的绝活看嘛，然后做视频能挣钱呀，人家猛虎下山，
很有意思啊。I'm Sumia，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